志荣为什么会不见？尹志荣，我是要去找妈妈。你不是说你妈妈不想见你吗？等你好了以后再。我又不会好，以后也一样。请您帮我问问志荣的妈妈，这就是她不惜抛弃年幼的孩子所追求的幸福吗？问她知不知道，今天是志荣的最后一个生日。妈妈，我好想你哦。M2 亲子方超能奶昔巧克力。